极光是在太阳风粒子与地球大气碰撞时形成的。这些粒子由于其低磁性而被吸引到地球的两极，并呈现成光。在北部被称为北极光，在南部被称为南极光。极光产生的条件有大气、磁场和带电的高能粒子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多数极光发生在极光带上，越贴近北极圈北纬65度的纬度，出现几率越高。最常见的极光颜色是淡黄绿色，是由位于地球上方约100公里处的氧分子产生的。稀有的全红色极光是由高度高达300多公里的高海拔氧气产生的，但产生蓝色或紫红色的极光。北极光可持续数秒至45分钟，取决于太阳活动周期。北极光有多种形式，有长达1000公里的拱形、条形、窗帘、面纱、花环或支柱的形式，其射线可以延伸到100公里。在加拿大常年都可以看到北极光，但最佳月份是10月至3月，这段夜空最暗黑的时间。在加拿大最著名的观看北极光的地方是黄刀镇，其实在加拿大的其他省份都有观看北极光的地方。没有多少人知道魁北克有一个很棒的北极光观赏点 Kujichuk 小镇。 Kujichuk 位于 Angeva 湾南部，拥有2400名居民，没有陆地道路通往 Kujichuk， 只能乘坐飞机来到这里。小镇周围的14个伊纽特人村庄之间不存在陆地交通，只能乘雪地车、狗拉雪橇。在夏季的 Kujichuk， 白天很长，只有夏至和冬至有4个小时的黑暗。魁北克另一个可以观测北极光的地方是靠近哈德逊湾的 Bay James， 这里空气通透，光污染小，可以观测到北极光。该领土由克里族管辖，克里是北美最大的原住民群体之一。距离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最近的观测北极光的地方，可以尝试魁省 Mont-Mégantic 国家公园。这里是被公认为第一个国际黑暗天空保护区，光污染极小。在 Mégantic 山顶上是观看震撼星空和北极光的理想场所。在魁北克之眼、曼尼古根陨石坑区域，以及以北260公里的纽芬兰省的 Labrador 区域，也是看北极光的地方。